cute. Look at this giant escalator. Bro, 出来就看到啊。 这个 milk waffle， 还有这个是 grapefruit black tea， 还有这个是 melon soda， 但是它本来上面有东西，但是它没有了，所以我们就从本来这个是在这里的，我们把它这里放。这样，我们要去吃 lunch 了，讲啊。 一个人可以吃五粒，哎，你看，可以吃两粒。你说我？杨幂，Strawberry。酸酸的。哈哈哈哈哈。安静。辣。啊，辣吗？辣。啊？我们现在还有杨幂。再来一个这个，还有两个这个。 快一点！啊，这样硬了。嗯。而且这个鸡蛋，哦，是熟了。嗯。这是什么来的？萝卜。这是有 sauce 的。你那个红红。哎呀。
可以不要叫嘛。我要说你们一个 illegal 的龙岗 ，Oh my god， 有虫。龙岗威 ，Oh my god， 还要破这个的。龙岗威去拍这个樱花。看这个白灯穴。Golden hour， 很美。哇，飞哦，飞哦，飞哦！刚刚我们本来要去这个 Cherry Blossom Cafe， 然后你看它多人多大哦 ，Oh my god！ 所以现在我们什么地方都去？对啊 ，OK。看这个 Seoul Street， 大手妈咪，五个人哦，一个哦。你看这些人全部在做梦。有 pancake， 好吃哦。个小菜是芽菜衣，好吃，但是有点咸。还有这个，还有那个 mac and cheese， no actually mac and 没有。有年糕 ，oh shit， 年糕。有这个 octopus， 还有这些菜哦。我觉得我比较想进去啊。好吃，但是很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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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辣。很辣接下来去吃这个，在第三楼。接下来这个 Apple Earl Grey Tea Strawberry Latte， 因为阿天 recommend 我们，不是这间呐、啊。然后还有这个是 Chocolate Pudding， 还有苏菲在上面。喂，转圈，转大力一点。弟弟要睡觉了，哇，不吉利了，怎么没有来摇了？这个是什么口味啊？焦糖 pecan， 哇 ，ASMR， 焦糖 cream 吃的 ，cream 不是菜菜，还蛮美的。冷吗？冷吗？一点都不冷。冷呢？我这个衣服好缝进去。看不到水。我们买了明天的 breakfast。喂 ，taxi 来了。我的衣服不是昨天了，因为已经 plan 好了。你衣服换了？现在是早上八点，我们要去拍六点 pictures。下一点。你这不下去啊？
interesting. So, Da Ming Yu 在这么 Da Ming Yu 在 Cherry Blossom the season. 看一大风。Man. 你看那里全部都是全部都是他吃一个东西面包，这个必须带的哦。哦，面包，面包还有花生，还不啦啦分。看这个鸟巢，你也这边去。再买两个，第三样。哇，那真是哇 ，spam kimchi 啊！三百。这个还要膨胀的，膨胀的。冰箱排行。我们现在在这个 shopping center， 但现在才9:40，10:30才开业，我们要等。看妈咪，一二三，哇，尾巴，骚。看这 Dummy 有什么？赢我啊，赢我啊！我赢你 ，Dummy 有吗？弟弟是我的 hair artist， 丑哪里？你们拍一遍。哇！你弟弟上涨的。我要慢的镜头。弟弟要我拍他的 BTS， 帮我放这个 Flower Princess。啊？你去哪弄出来？我先玩。有人看到眼神傻了，这样。Okay, go do it。快点啊！我的衣服要飞了，快点放啊 ！Go， 放，你中我，你中我。有小放。放在上面。我毛毛掉下来。是弟弟给我新 style。这妈咪很奇怪的，那什么？啊 ！Oh my goodness！ 不要放那个 ！Oh my goodness！ 哎，拍照！你看这里还要抢着进去了，没有啦，还要排队进去了，搞错没有？没有这样子，没有。没有事。哈哈。我觉得是九美。看后面的队，长刀。全部人冲啊！你看，对，全部人都跑了，怎么来？怎么有一个 robot 呢？怎么了？清洁的 robot， 决定。看这个 ，Oh my god， 好美，好美。
去吃东西啊。这里，维米，在干嘛？在干嘛？很像我鞋。我买 Earl Grey caramel butter 还有 coconut。我们买的是这个，我们那里卖 Shopee 买30多块耶。地走开。这个 cake crazy， 这个我们是吗？对，那是 milk cream。哇，你看这个微波波的 crazy。买了，这个礼物没有。你买一个这个质地，漂亮。我们要买这个 mushroom and cheese 的 bagel， I'm not sure。还有这个 mac and cheese， try mac and cheese 先。Nice， 好吃吗？多甜呢？哈？那可能呢？看这个 ，Nice， 看这个奶茶，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换酒店的那一个地方。紫色的饭，这是 pork belly kimchi stew， 没有面的拉米。它这个 salad 是一篮全部倒完出来的。看哪个？我的，奇怪，这个 sauce 是 pumpkin 来的，很好吃哎。然后有虾，有炸鸡耶！还有一个蛋。我都不白的 ，the heck， 很 confused。OK， 算了，我要吃虾。这个是 vending machine， cute 哎。那它的花会开关开关了。我不知道，你要一整边。啊，这个不好啊，这个。哈哈哈哈哈！我们读很像刚刚这样子，哇，你看很特别的口味。看这些 button shirt， 有的 cashier 不要，要去 self check out， 然后叫人家帮。我的，哇！哇，很大哎！哎，你就不用叫了，我上次排了4个，你知道吗？耶，我们叫了第二个。你要这样吃吗？哎，不要动来动去。我们叫这个，哇，很香哎 ，truffle hash brown， 还有这个是一样的。Guys， 我要 show 你 the funniest shit ever。Look at this gigantic grapes。你看这个 strawberry size。这个很 Q 啊！我要说你们这个 cheese steak 很好吃，我们买两包，因为昨天我们买一包很好吃，农姐我们去看到又买。现在我们要去走半个小时去一个地方，但是如果去不到，就坐 taxi。
上面有樱花，看看有没有位。不然，全部人都在排队拍照。这个是假的，全部人拍照了。我们就只是拍照吧，废了。真的不美。啊？因为他已经枯了，有一些已经掉了。你看，这也掉了，就开始长叶子了。起来，你们看，还有很多这。哦，这我不会看。看有很多料啊 ，wasabi 呀。我最喜欢的是那个 kimchi 跟那豆瓣酱啊。哦，这些哦。我们的 kimchi stew 很鬼烫啊，没有你感动到我。哇，那个 cheese。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很特别，它是 film 的，透明的，蛮特别的嘞。自己要，我讲人家要。啊， cute， 哇， is that Dyson？ 啊，我以为是 Dyson， 吓死了。很多东西。哇，我要 show 你们一个很烦的东西。你看这里面，你不是就是这样抱啊？你看这里 ，Oh my god， 什么屁？这个真的没有人了，你自己了。然后这里就是灰色的，一样啊。就是什么？我不懂，不会读 ，bro。Next before， 来上。Okay. 等一下， oh, no, oh, no. 等一下，我们的 bestie 又 rack 掉整个机啊！要拍很多照片。没有没。我的镜头呢？等下可以的，可以你按掉就你。按掉你看。Q 哎，来，怎么样？透明的 bestie， 不给你不要碰到。Ice cream， ice cream。喂，秀那个什么？我那是蜡笔小新 chocolate。Mango mochi。Yeah。Good morning， 我们的早餐。怎么红 ？Just kidding， 这个是我们的早餐。面包。Oh shit。面包是 chestnut， 然后那个 cheese stick， 还有这个是。妈咪买的，告诉我，必须哦。看我妈咪 bestie 煮的这个炒鲍鱼，鲍鱼手动耶。看这个，就是那个手动，我不是手动，是 octopus。这个是那 abalone。哇，我们 microwave。这是我今天的 fit。是 mix 的吧？什么蛋糕？这是花生的，卡比。现在我们要走去松洞。今天蛮冷的，我的脚很冷。到了，它的特别是这里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屋顶啊。啊，你看，哦，全部都是，很美耶。哇，这是什么？脚 cheese， 我要show你们这个里面。Oh my god， 这个人。他有点超级超级好吃。你 OK 了吗？啊？看我找到这个吊桥 cactus， 你来看。你跟着我。哎，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Yes. 现在我们要吃这间我们的 breakfast， 给看还有这个饺子这些的，然后还有 kimchi fried rice， 然后又有这个烟，看我们坐的地方。喂，这是冷面 ，kimchi fried rice， 这是炸饺子，还这是什么虾卷？这是 spicy kimchi noodles。真的是啊，饺子我觉得还好吧。这个年糕，还有鱼饼。我给你看这年糕，哇，还很烫。看这个是盐的，好像这是那个盐巴这样。哇，打包吧我们。看这个，看妈咪不要正吃。这个 bestie 吃了一口 strawberry。有看到没讲？你看这间店 crazy， 就这样，拜拜。没有 shopping， sorry。看这间，有一个 giraffe 的，还有 monkey。Guys， 我们来到泰国了。这里就是literally 是泰国餐。Bangkok food， 现在我们要吃冰，因为太热了。现在早上冷，现在又热。进去，里面这个地方 crazy。哇，看弟弟是我们的维德今天。哇，很美耶 ，the heck？ 这个是 strawberry and passion fruit， 然后这个是 grapefruit 的。shaved ice， 那这个是有这个饼干的 coffee， 下面是 coffee 的。老公，你们，你看这是里面的冰哦，是牛奶口味的。我们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的很像是冰来的 ice。我这边是冰，然后淋那个炼乳的。今天是一个大热天啊！现在我们去这个，皇宫。喂，看这里的樱花全部跌完了哦，所以我们都不要进去了哦，因为进去要钱了。哇，你看这个，这是烧什么烧 cake 啊？耶，我们又叫了一个这个 shaved ice， 是 red bean 的，是牛奶口味的 ，OK？ 全部是牛奶口味。还没有盖子垫，你看里面还有红豆的。哦，你这么不 focus， 是这个不是很好吃的哦，很甜。这是很像 brownie 这样子的三个，啊，这是 cake and steam 的。现在我们要去一个 park， 南山 park， 是在那个首尔铁塔。首尔塔 ，sorry。我们到了，你看这里很挺夸张。全部都是。我们在等 sunset。还有一个 gym， 哇，真的是一个 gym。你们看这个。游到去最前面刚刚那里的 ，OK， 来吧。冷呢？你家里？你看我们要爬多少层？还有很多哎，的嘿。What？ 路啊！看我们爬这样多楼梯，这么。是为了看这个首尔塔，但是还要再爬更远上去。那里，还有这里。我们不要上去了，太懒惰了。没有，就是这个景点罢了。哦，是。等下，这样秀你们。就这样子哦。Guys， 不要穿短裤啊！看，
太干了。快哪里到了？下回来呀！你看，你看这些白灯人在做什么？我们在拍这个 love shit 的。去三万张不用需要了。看这狗那凹啊，几夸张！一个小狗，我。可以正浴缸哟，看。Guys， 我们拍到这样辛苦，然后我们在这里最下面这个 angle 就可以看到了。老鼠 ，Bestie。全部人都是我的 bestie。 我们又吃了这个，但是我们家没有辣的这次。Kimchi pancake 很香。看我们买了这个糖果。Gummy。Gummy 啊，手里面很黑的哦。哎呀，看不到。